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蓉蓉会客厅。那我身边的这位呢，是来自于台湾的选手许浩翔，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浩翔。可以说这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是吗？是。那未来还有没有来到大陆参加比赛的机会？明年的话还会来杭州这边打亚运展。您感觉我们这一次的比赛，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未来很多有比赛，包括我们电竞行业也在不断的发展，它对于两岸的交流之间，你认为有什么作用呢？就能提供给更多年轻一辈的选手，就是加入电竞这个产业的机会，然后也能让更多喜欢打电动，然后热爱电动的朋友，能有一个发光发热的机会，这样。那他，您觉得他对于我们两岸之间选手的交流，包括我们两岸电竞行业的交流有什么帮助作用呢？能让我们技术层面更好吧，就是因为毕竟能有这样互动的机会并不多，这样。